年活力四射唱跳演出带动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，马来西亚凤凰山怡保禅定中心岁末围炉，200人共享盛举，和乐团圆，象征迎接2024龙年凤凰人龙宗来团圆。喜气小财神穿梭桌边送福气，吸引大小朋友争相上前合影留念，同时也用监视慧信法师亲自颁发奖品表扬义工，感谢他们持续发行护持，带动人间佛教在马来西亚蓬勃发展。学佛就是要放下，面对大众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把佛法实践于生活，回顾青年过往弘法成果，看见人间佛教向下传承。热闹晚会包括精彩表演、佛曲演唱，以及最受瞩目的刮刮乐抽奖，一起展望2024人间佛教全新开始，发扬星云大师慈悲善法。佛光闪闪，殿宇辉煌。这边是马来西亚怡保综合报道。